感受是发自内心的。为什么呢？我没有任何障碍，文字、语言、心情、书法、艺术都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呢，怀着一个赤诚的心干什么呢？交流，是中国的源远流长的书画文化，是我们海峡两岸的同道、同胞、同人、同意的一起来做这个事情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从北京来了32位的书画爱好者到台湾来学习交流，奔着一个虔诚的心。其实我们对玩传统的文字和书法都要敬畏敬仰才能学好，非常非常的这个能够去体会。因为我的几位老师啊，其实跟齐公先生都有往来的，像孔德成先生啊，台静龙先生啊，师大的汪中先生啊，他们都是在台湾地区，其实都是从大陆来的，非常杰出的书法家。正式成立的时候，他写了一个叫做《说面字词》，那里面都讲的，他说写字是读书人的事，他说书读得好，而字写不好者有之。断没有不读书而能把字写好的。那么年轻的时候，读到这样子的一个论述啊，非常福音啊，非常受用啊。所以，这个书跟画都是用毛笔的，笔墨纸砚，基本上这书跟画都相通。所以啊，自古有所谓书画同源。像刚才主持人说的，台湾的天气很热，就说明了我们赶上了，就说明了台湾人的热情，对我们这个这到来呢，给了我们一个好的一个时机。那么今天看这个展览会的展览布置的也是非常的周到，说明了这个承办人做了很多的工作，他们付出了很大的辛苦。文化的这个继承跟发展，那每一个人都有责任。听了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，杜老师是有心人，那我们这个在台湾这个书法界呢，大家对他真的是非常的敬仰，也同时呢，对他的这个不是只有书法的造诣而已，他在对于我们整个文化的传承，啊，确实非常的有心啊。我们在他的呼应底下，希望大家来共同努力啊。今天呢，用刀刻的，是用硬笔啊来写啊，倒是满是。可是我说我没办法用毛笔签名啊，他说你那个字来写，签名我替你签。不过我们始终啊没有合作。那人都赶掉来，为什么？这个前四年五年前我跟他吃过饭，交流过。第一个对他尊重，有这个情感，因为来这个他乡一故知，高兴。第三个为什么来啊？今天你很高兴啊，你的学生就台面上。台湾的顶尖的，都是顶尖的，就是一类高徒啊。非常的名字，然后伯利两个字啊，是秦孝仪先生啊，秦孝仪先生你们大概知道啊。当初林北先生请秦孝仪当顾问啊，他们那个广达公司很大啊，林北先生他也收藏很多，他很喜欢艺术，他收藏很多张大千啊。李老师说，你看2006年的时候，李老师他就说学习书法。能够改变你的人生。我2006年的时候我没感觉，可是我这么多年下来，我其实我碰到了很多的一些高高低低的一些人生的低潮，然后黑白，然后是非，然后融入，其实都是一样的。好，那人生没有绝对的是非，没有绝对的黑白，很多的各种的滋味都在里面。好，那李老师说过这句话，我把它记下来了。另外杜老师说过，做个有感觉的人，写出有感觉的字，好，然后感动自己，感动别人，好，那这句话也听进去了，好多好多的话。那我现在也在师大教，也在内湖师大教，我用我自己的感受，然后我把它交给我的学生和我的好朋友分享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。那今天开幕式可能就到这里结束，好，那大家开不开心？谢谢。